上山去摘辣椒，现在是早上9点钟左右。走，现在往前走，往前走。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美杨子牙，今天早上来山上摘辣椒了啊，一边摘辣椒一边给它把多余的侧枝给它去掉，今天太热了，我现在已经汗流浃背了，干活。把下面叶子全部去掉，让它刷大就好了，来大看看，上面有没有结果？好多草。请听由手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茄子又在疯狂吃草，它吃的就是这种叶子。有点毛毛刺的叶子，把下面打得光不溜秋的，光杆杆，就这个分叉的这个地方，一下全部给它去掉。现在这个视角是干活的视角，一大早就来让你们干活了。虽然说这个叶子也能吃，但是我们本地一般都不吃这个叶子，没人吃。叶子还挺好吃的，去年吃了。这个叶子好像，哎呦，这根草，辣椒的叶子好像吃了还可以补钙，吃起来我感觉跟空心菜的味道有点像，但是又比空心菜好吃。这是一棵核桃树，长大了。现在才早上9点多，但是这个温度还是很高，茄子现在好热呀。然后我的手机又开始罢工了，太热了。看，好热啊，茄子。我中午、下午都不敢带它出来，我怕它中暑了。来，茄子。太热了。哎呦。今天上山过来摘辣椒，顺便把有些多余的侧枝和叶子都给它打掉。刚才这根侧枝这么长了，已经。这也不长。嗯。我扯谁？扯。扯扯扯扯。来接。好长的侧枝，这个。进去，这只要腿不要腿后线，这还说还说还没到死期。哎，这里多钱？那今天我拿不起的。哎，是的，不成。哎，夸。你下不柴得拿着板山羊的筋，那不能打。因为这两天温度高，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挑的是早上过来把辣椒摘了。如果是晚上摘的话，它会更加的软，影响口感，影响品质，所以早上来摘辣椒。
汽车好几个灯号。你几根汽车大又不见，你看着。哦，女的。嗯。嗯，还有一条这女的。就你看这。你看这个光光光那个猴猴。侧枝长得这么大，上面都没结几个辣椒，所以我们不用留着侧枝，它太消耗养分，而且又不贡献，它又不贡献辣椒，它吃着家里的饭，又不给家里干活，甚至干的又很少，浑水摸鱼一样的，你看这个不要它，乖乖的掉，它这不咋几头几后些，你看这个主枝上长的辣椒，一个个的这么大一颗。我这后像这样大的这些刀啊，侧枝它就是光吃饭，不吱声，不太干活。懒汉还是懒汉一个，二驴子。懒汉还不行，不行。看这个配料。嗯，这个是牛角辣椒。看到那子，其实是通通都看不到，大大的看，空腿一截。打完侧枝，打完叶子之后，下面就是干净、清爽、舒服。一二回再接好了，还贵些。但是开始晒太阳。之前有些粉丝朋友们好奇我们把辣椒栽在山上怎么给它灌溉浇水这个问题，我们栽在山上就不用给它浇水的，因为今年雨水多，所以我们才把辣椒栽在山上。往年如果雨水没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栽在山上了。而且我们这的山跟其他地区的山还不太一样，我们的山只要稍微有点雨水，它也能够有保湿的功效，山上辣椒不用给它浇水，也没有这个渠道给它浇水。这下去没你手推推推的没上的呀，哎呀怎么是。看这个红的哈。我拆它。我没洗了。一边叫水的。是那红的它都不会洗你看。石块拆一个。这个啊。嗯。臭不大脚的看麻子啊，嗯，还有点红的，要洗，要回去洗了洗。不想来洗的就粘上面，不想来就粘上面。啊，汗都流到我眼睛里面去了，衣服都湿了，不知道为什么，好热。现在才早上就这么热，哪里把美啊？辣椒叶子虽然也可以卖，但是这个经济产出比太低了，就不要。一把辣椒叶卖不了多少钱，你还要摘半天。哎呀，你给我泡沫子的，呵呵，你这抓着不得。茄子太热了，跑到顶上阴凉的地方待着了。掉地上的当三两事，点嘛点是有的，苦工资。
这么点小树，结这么多辣椒，我们辣椒后续也要给它打支架的。身上不要打嘞。为什么身上不要？身上没平时长得高。哦。它前期短些。A 线你看，平的五的，平的好高啊。老爸说山上的辣椒不用给它架支架。不要长得。平原的要给它架支架，因为平原的长得高一些，山上的植株高度没那么高。哦，山上温度低，长势还是没有下面好。下面温度高些，它长得快些。好大辣椒还是狗血的好，同志。嗯。狗血。这里有颗大辣椒。嗯，这颗大辣椒结的比较多。天气太热都不敢带它出来，怕它中暑。它的活动量太大，加上毛又厚。还跟跑啊？在那里转那会儿。桌子筋就算把腿出来了，没划桌子筋的，好的拖的。茄子找了一个最凉快的地方待着了，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以往是在地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现在趴那儿不动了，太热了。是冬天的，我家伙冬天的不动。茄子，快起来跑，跑起来跑。跑起来，快点！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汗一会儿流到眼睛里面，一会儿流到嘴巴里面，还咸咸的，还夹眼睛。这个后面是一片竹子，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摘了竹笋。这里是一个很阴凉的地方，好凉快。本来现在我们栽辣椒的这块地以前也是长满了竹子，后来我们开荒的时候把那些竹子的藤啊，还有它的茎啊、根啊，全部都挖出来了。现在看了一下，这些竹子慢慢都没有了。以后每年都要管，你不管的话，又要会被这些竹子入侵。它们的繁殖速度太快了。茄子在这儿在歇凉、乘凉，它跑不动了，太热了。啊。好的，一条绳这儿回都两块钱，不行了两块钱。是的，一条这不行了两块钱的。这后面划好多小竹子。啊，不是划，今天才划的啊，这是。都扎完了，我也没挖，那弄，又这划起来的。怕底下不动到。我他妈的划笔，划这个划好笔哦。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竹子，长得特别密。桃子，你把想不吹了，你又把吹了。我看见过来，黄瓜我告诉他，一会儿好看。乖不乖？哇，大辣椒！光泽。去看一下我们的花椒。我们的六月椒已经长这么多芽了，这长出来新的这一节是今年刚长的芽，买的时候只到这里这么长，现在已经长出来这么长了，还可以。
这根发的芽点更多，长得更长。随着长最后一点嘛，花生时间最快。嗯，它有好多年才结果。三年结果。嗯，三年就结了。童年爹给我们的苗。这都叫它洗下。不错。灯光下长的那个叫。100%成活了。光刺。嗯，刺好多，叶子上都是刺。对啊，叫会相关多个多，几两年就会拆的它这个。哦。啊，快些。走白豆腐啊，走介绍啊，他都会香些，你要找菜对的，他别冬瓜叫香些，冬瓜叫没找香。这棵晒不到阳光，接受不到露水，它长得好小。嘿嘿，这竹子下面。这里的。回去了，再不回去，茄子就要中暑了。走回来，茄子。茄子为什么不上前走？它要盖我的屁股的，它最抠，它不上前走，盖你屁股的了。他是盯着我的。谁呀？